好，来到台湾洽商的伊朗籍商人日前的搭车遗失了皮夹，因为语言不通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非常的心急，向移民署来求助。就翁姓女移民官呢，牺牲了情人节假期，全力帮他来找皮夹。接到皮夹的计程车司机呢，也好心的把他送到了移民署台北市服务站，终于顺利的把皮夹原封不动的交还到了手上，让这名伊朗籍的商人非常的感激，而且说台湾的治安实在是太好了。